半场呢，我们演奏萨克斯风啊，也是一个浪漫的乐器。下半场呢，就先不跟大家透露，但是呢，大家一定要记得配合我，用上你们最热烈的掌声，邀请我出场哦，好不好？这样我等一下呢，从我家里听到够大的掌声，我才会跑过去哦，好不好？也要顺便呢休息一下，然后喝杯水啊。下一半场呢会越来越精彩。那在今天呢非常隆重大型的音乐会，首先呢先感谢大家百忙之中的莅临，小弟在这边感谢你们。亚洲统神 T O Y 的狗，对不起。那也要感谢呢，今天如果没有这位议员，我就没办法在这边演奏。我们非常隆重谢谢我们的沈振东议员，好，也感谢我们沈振东议员以及里长以及沈振东议员的父亲啊，很多呢朋友呢议员啊帮忙呢一同协助，一同处理这个场地的问题，让我呢能够在这边做场地的使用，甚至这么棒的场地哈，你要在这边表演呢，又要有这么好的这个环境，属实难得。然后呢，又有旁边的这个摊贩老板们，也带给我的人气，也非常的感谢你们辛苦了。等一下呢，我再下去跟你们光顾一下，光顾一下哈。今天呢，演奏尽量啊，可能可以的话呢，到十点，但是不能超过十点。跟大家呢稍微公告一下，那最后呢要跟大家分享，我有推出我的专辑啊，在今天呢首次贩卖，大家呢一定要记得去服务台购买支持我，只有限量的45组啊，因为其他组呢已经送给各大长官了啊，希望大家呢支持小弟的第一张专辑，非常帅气的封面照以及非常好听的USB 专辑，让你能够呢在车上聆听音乐。今晚我想来点美妙的音乐啊！好，话不多说哈，这太多话了。休息完呢，我就要去和乐广场找你们了。大家呢也可能刚休息完，上完厕所，甚至有些朋友呢在这边观看我的现况 live。现在呢，要请你们用上两三分钟的最热烈的掌声哈，在我这个影片播放完之后呢，我就要即将要来出场了哈，大家呢用上最热烈的掌声，邀请我们帅阿日出场，拜拜，我要走了。
有没有惊喜啊？掌声鼓励一下，手丢筋啊！真的，今天呢特别呢练了一段小提琴，来跟大家分享，有好听吗？给大家一个惊喜哦！大家平常呢可能都看我吹奏萨克斯风，很少呢看我呢拉小提琴。好，那其实呢我会了大概四五种乐器哈，包括这个爵士鼓，包括一些 keyboard 钢琴等，所以呢也希望很多朋友呢会喜欢上音乐，我可以把我的所学呢带给社会大众，分享给你们，也希望你们可以得到这个愉快，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，好不好？稍等我一下，真的很抽。在抽筋，抽筋，演奏到抽筋有没有遇过？你们有看过有人演奏到抽筋的？哦，真的抽筋。好，那因为抽筋的关系，我们在最后两首歌就好，好吗？好像不愿意啊。最后两首歌好吗？为你们送上时间最后一曲，也是我重新改变的爵士音乐，希望你们今天 love and happiness， 谢谢。
十秒钟的鞠躬，谢谢你们啊！我也很想 encore， 但是我觉得呢，时间的问题，以及我身体真的快承受不住了，各位。左手右手，连脚趾头现在正在抽筋了，不好意思呢，我要回去补充一下能量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家，真的今天的收听，非常真心的感谢有你们，也做得很累，没有关系，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在和乐广场带的拉丁爵士夏日音乐会，祝大家呢有个愉快的暑假，愉快的周末夜晚，我们后会有期了，拜拜。我是红日乐团的阿志，谢谢你们。